公开和赵本山叫板的明星，背景一个比一个牛。王思聪，王思聪仗着自己的富二代身份，经常在娱乐圈指手画脚，就连圈里人人敬畏的赵本山也招对不误。得知赵本山买了私人飞机后，他公开嘲讽赵老师是土鳖农民，说他买飞机就是为了装，对赵本山是他的自由。可是全中国的农民招谁惹谁了？韩雪，据说韩雪还是个新人的时候，曾被赵本山选中去演小品，韩雪非常珍惜这次机会，谁料他背完所有台词后，才被告知赵本山已经改了剧本。虽然这种事情在赵本山这里经常发生，但韩雪忍不了直接罢演，弄得赵本山非常尴尬。可韩雪的身份摆在那，赵本山也知道自己惹不起，只能打碎了牙往肚里咽。高秀敏，高秀敏曾是赵本山的黄金搭档，却在合作几年后因为20万演出费出现隔阂。后来赵本山嫌弃高秀敏不敬业，想把他的角色换成宋丹丹，结果宋丹丹档期不合适，只能又硬着头皮把高秀敏请了回来，这是搁谁也不会舒服。果然高秀敏在采访时感谢赵本山给他机会，那口气要多酸有多酸。张玉娇曾是本山传媒的台柱子，却在今年初突然自曝和赵本山的恩怨。据他爆料，他在本山传媒的这几年没有任何收入和分红也就算了，还因为轻信赵本山两亿投资打水漂，就连离婚也是拜他所赐。张玉娇公开叫板，如果赵本山不还钱就让他丢脸，敢拿鸡蛋碰石头，也不知是谁给他的勇气。哈文，哈文除了是李咏的太太，还是著名导演和制片人。2013年哈文和赵本山在春晚狭路相逢，哈文不断要求赵本山修改剧本，赵本山看着自己的心血一点点被改得面目全非，忍不住和哈文硬刚起来。因为哈文的一句你要有本事以后就不要再上春晚，赵本山竟真的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不知道他是真的怂了，还是江郎才尽借坡下驴，没想到还真有不把赵本山当回事的人。你喜欢赵本山吗？